KT and Bosch 老朋友了，在14年前我们到日本，我和他们 battle 过，然后输掉了啊。今天很有幸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又和他们进行一次 battle， 当然希望可以赢哈，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赢不了，那以后只有我的儿子，那继续跟他们的儿子们比拼。谢谢。当时肖杰说完这一次不管输赢，如果赢不了就是他儿子来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中国舞者的一个精神崛起，也是肖杰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开玩笑，中国 dancer 把脾气拿出来吗？ Google Brother 第一队上场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肖杰这是你的事儿。我想的是，如果 Google Brother 是两票的话，三票的话，我一定会 call 着他们。来，四位队长看过之后，我们要给一个表决，三、二、一，四票直接晋级。爽，姐给我爽爽爽爽爽！最后他们拿到了四票嘛，我就没有机会跟他们一决高下了。当然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开心的坐下，摔了嘛？哎呀，别给我打了，原来一次。大神就是这样走路的，是吧？太范儿了！哎呦，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别激动，别激动。中东土豪哈、啊，特别是尼尔森上来那个打扮，他人又高啊，然后穿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那个衣服，特别的有富贵气息。我手心都出汗了，都出汗了。Water. Because of this, 紧张。Yeah. 你们都是 high hand 的。David 多呢？没教过的。没教过的。包括他的音乐里面有那种嚓嚓嚓，他可以从最高用他的身体控制嚓嚓嚓，到最低。这个音乐的下一个点在哪儿？跟你完全不知道啊。过奖。你有想说有机会就上去跳一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上的。这个，你不要夸他。世界冠军该他了呀。哎，这个音乐如果有机会的话，谁可以啊？他可以，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的。哎，表演一下可以，只是表演一下可以，表演一下，只是表演一下，表演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上的。那来啊，来，来，来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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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的啊，不算的，不算，不算啊，不算啊。这个不是这一段，肯定节目给你掐了，掐了，掐了，我上去了。杰哥，叶金，你提醒一下好吧，等会儿。噼里啪啦，啪啪啪，那种地方啊。好，好。虽然是我自己演奏出来的，但是要我第一次我在从音响里放出来这个音乐，我去跳的时候也是好多抓不中。挺期待看到别人跳我这个音乐会是什么样。就是如果要跳他这个音乐的话，那就必须是反应超级厉害的这种人才可以跳了。就比如说我这种，好，来，音乐。
自己放弃。이기면야돼이기면야돼안돼그래육자부리뭐해도육자부리야이게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完全是耍赖。大爱，也是有人我也想。这个。哦。走路都。吓死我了！热了个身，热了个身。这不是锁锁吗？这不是你儿子吗，杰哥？是的，还可以啊。哦，好像，好像，一模一样啊。可以可以站在一起吗？但是太像了，哇，一模一样，他牙给我爆一点，我可是磨牙过的。宝宝不服不行，他们你不要把他当选手，他是嘉宾秀。我坐在角落里，我感觉我是来看就是看表演的。问一下楚楚有没有啤酒？就是我不是来参赛的，我就差拿点瓜子拿点可乐了。是吗？我想喝点啤酒。一切随缘，我就差拿点瓜子拿点可乐了。你想靠这个人，他的音乐你跳不了，你也没办法，所以只能随缘，一切随缘。对，你说我也说呀，你说啥就是啥。好，现在到 Cloud 时间，有没有人不服？他拼得上啊，小海该上了，就他了吧？来了来了，海哥起来了。但是我得上了，就时候到了。突然间，天空有个声音说：“你起立吧。”我说：“好，我就上了。”起立吧！快跑快跑，先上先行。好看的，好看的，劝返，哇哇，劝退的，直接劝走了。他就这么有信心，而且是他那么想跳这首音乐，那就你来喽。就是你下来干嘛呢？这肯定是我的趴。哎，小海，你要别人帮你推吗？这个我用过，对，就是第二季的时候我也有轮椅，而且轮椅特别舒服，可以坐着跳一会儿。对对对，我叫小海 ，Junior Taco， 来到中国，一个 Papper， 还会点别的。好了。海哥加油！再往那一卡。小海。你这个音乐听过吗？没听过。好，来，可以的。音乐。玩得开，就是玩。完了。反正我是被炸得够呛了，现场他躺在这个轮椅上面什么也不管了，就他这种状态就已经赢了。我以为那是个重拍，我想说炸大家一下，刚起来发现没拍子，我就滑下去了。 Let's go。
我前面十几秒，你记不记得我坐在凳子上什么都没干，就抬头看着上面，我在看李玉龙，我想好想让他给我个信号，告诉我音乐什么时候有拍子，但是他就一直在那笑，李玉龙一直在笑，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我当时我现在都后怕，我怕我爸我妈看见，觉得我有病。有病啊，有大病。我们谁去这样演都不会炸，感觉这两个只有他可以，因为他的状态就是这种。他们演一个病人，小海就是个病人。亮哥不用说了，我作为一个资深亮吹啊，底下吹不了好吧？第一年的时候亮哥也是 freestyle 到了总决赛。今年亮哥必须也 freestyle 到总决赛，好吧？作为中国 hip hop 的太阳，要照耀这个国际赛场的天，好吧？嗯，这就是我对亮哥的期许。哇，这么多，我接不住了。符号亮飞上天，月亮跟你肩并肩。我还是你做的音乐。还想要跳完以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达到以后就震惊全场。就是玩。OK。音乐，没卡到。哎，早那么多。那个音乐是你自己剪的吗？用电影片段里边音乐，然后帮人别人帮我剪的，小龙帮我剪的。哦，小龙啊。对。没有卡到音效是吧？没，你可以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回放。对，就是你破，不是有个破门的声音吗？你往那边弹的，就是你落地之后那个音效才出来。是的，而且这个音效很难卡，你看我自己卡都卡不到，对，别人所以更卡不到。挖个坑把自己埋了，他故意不坐在节奏上。你这是同归于尽的音乐，我跟你说。小明太耿直了，耿直的可爱。这一集的综艺之王是小明，这一集他那趴不剪，我都瞧不起这个剪辑师，我跟你讲。这世界很酷。